沙发、凳子啊，还有床铺，我们在里面就可以安全的生活了。超雷侠，我又感觉你要不靠谱一次了。这一次流星雨呢，估计要把我们的这座堡垒给砸穿了啊！
我就说吧，你上面干嘛要镂空呢？啊，你为什么要挖一个坑呢？让你接这个流星？你看这个流星重量太重了，把我们这座基地呢给它砸穿了。赵连翔，我不玩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实在抱歉呐、啊，我以为流星雨的威力很弱，没想到威力这么强啊！我以为我们能抵挡得住啊。好了，本期的游戏解说呢到此结束。我是超铁侠，喜欢我的解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